EETV 香港武林，我是黃宇凡。在太極拳呢其實已經流傳了很多年在這裡了。洋式太極呢一代宗師楊露禪呢當年在京城呢是號稱楊無敵，同時呢他都是呢京城裡面教那些皇親貴戚呢是教他們養生啊或者技擊的東西在這裡。即是說呢我們的養生我們的太極拳呢是有養生和技擊的功效在這裡。咁喺度咧，我哋今日繼續請翻咧，我哋何佩能師傅咧，同我哋咧講解一下咧，係太極拳入邊嘅技擊同埋養生嘅。咁啊，喺而家坊間好多朋友咧問到，就話：打太極拳嘅時候咧，我哋膝頭哥會痛喎。啊，點解會痛咧？其實係咪唔應該打太極咧？打太極就會痛咧？其實咧，佢係冇留意到個角度。嗱，喺呢一度咧，我一定要講解一下。俾大家聽咧，我哋好多時候有個穿字步咧，佢好多時呢個膝頭哥係過咗腳趾尖，咁就麻煩啦。第二咧，佢冇爪子，嗱好多時咧啲腳趾你唔爪實佢咧，同埋咧佢推過咗個九十度咧，佢就好容易咧菠蘿蓋受傷啊，個軟組織嗰度咧個磨損勞損嗰度多，就所以咧佢就會腳痛。咁喺拳經亦都有講啦，意氣君來骨肉神，咁即係話你有意有氣，但係你嗰個骨同埋肉啲要著力嘅喎，去練嘅喎，所以我哋有啲太極內功啊，有啲功法去練嘅。咁如果你出面坊間好多時啲人咧，淨係打套拳，佢變咗練拳不練功喎，變練拳不練功咧，到老一場空啦。咁點解會咁嘅説話咧？就咁解。咁同埋咧，太極拳咧好講角度，譬如話九十度啊、四十五度啊，上下相隨啊，好多都係喺角度嗰度有一個研究喺度嘅。咁如果你話你亂咁打，啲得嘅。如果你唔痛嘅説話，咁當你痛啦，咁你就話俾我聽咧，即係你錯咗咯喎。咁你應該要研究下，即係唔夠合理性啊嗰啲嘢。冇錯啦，咁你要修補一不足之處啦，即係好多老人家咧，我睇佢打得咧好低嘅馬步，佢低到咧好誇張，我都做唔到。係。咁其實佢應唔應該咧？嗱，其實咁嘅，佢喺個拳裏邊咧，我覺得我哋喺洋式裏邊咧就好少打呢啲動作。咁但係喺其他嘅家派咧，啲好多呢種動作。咁我哋只係一兩個下勢嘅啫。係。咁呢啲動作咧係練係可以嘅，但係你要記住咧。你要做一些叫伸展運動，練翻好啲肌肉啊，各樣逐步嚟，循序漸進，千祈唔好咧，嗰個老師咁打你啊，跟住佢落去，原來你嗰個級數未到達咧，你就會受傷啦。OK， 好，各位觀眾咧，大家留意翻啊，中意打太極好，或者係未學太極嘅好，要留意一下啦，我哋要因應自己嘅情況咧，去練習你嘅馬步喺度，如果唔係咧，就會令到自己受傷去。好啦，咁啊問一問何師傅咧，咁好多時候咧太極拳咧，俾人睇嚟個印象咧係種慢吞吞嘅喎，咁但係實用當中咧，我睇又好快嘅，咁其實有啲乜嘢嘅特別之處？嗱，其實咁嘅，你打太極咧初期係一定要慢嘅，因為點解咧？我哋一定要搞好啲角度啦，咩嗰個所謂時間差啦，個 timing 啦，咩時間咧你發揮到你嘅下墜力，咩時間咧發揮到你？所謂仰姿身離高嗰種嘅能力，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慢打，研究清楚啲腳步啊，嗰個所謂出拳出腳嗰個時間位置配唔配合到個整體勁啦。咁咧呢個咧就好重要嘅。咁但係並不表示話佢成世都慢打嘅喎。咁拳經啲教咗我哋咧，動急則急應，動緩則緩取。咁即係話俾你聽，人快你個快，你甚至乎佢快過佢嘅喎。咁啊，因敵制勝是神奇啊！咁呢啲咧，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咧，你個對手啦。OK，OK， 明白明白。咁其實喺拳經入邊咧，有一句咧就叫做尖鏈連錘不丟頂，係引進落空嚇即出嘅。呢一句咧，好似好深奧。很多人都問到咁點咩意思啊？讀極都讀唔清楚，可唔可以解釋下俾我聽？尖鏈連錘不丟頂，引進落空合即出咧，呢句説話咧喺其實咧就
不難去演繹俾大家睇，同埋教大家做嘅。嗱，講翻尖連連隨不丟頂，引進落空合即出，咁啊咩意思咧？咁因為我哋好多時咧，你知啦，我哋打搏擊咧以散打為主嘅，拳來腳往腳踢啊、摔打等等嘅。咁我哋點樣能夠做到尖連連隨？嗰個練習點練咧？咁嗱，係好簡單嘅啫。嗱，我哋企喺呢度，大家一人擺個手出嚟。咁如果呢個假設對方呢拳係打過嚟嘅 ，OK， 咁你打過嚟啦，你就尖開佢啦，即係話。我就係喺呢度，我唔係有硬力。嗱，如果喺呢度有硬力咧，老實講咧，你入子內咧，你呢個搏位啊，呢啲教位咧，全部唔係網球爪咧，就五十邊噶啦。咁佢最大嘅力嚟咧，就係我話打開佢。OK， 然之後咧，跟住嚟咯喎，引進落空啦。佢一嚟到開呢度嘅時間咧，入咗咯喎。咁你入咗呢度咧，佢咪跟住佢做嘢咯喎？好啦，咁咪拉開咗呢度啊，佢咪撳開咗我啊？撳開我嘅時間咧，好簡單，我順佢呢個力 ，OK， 落呢度，哦，咁咪跌咗咯。嗱，咁所以咧就係話，尖連連隨不丟頂，引進落空即出。咁嗱，即係話喺呢個位咧，我係要跟住佢嚟化開佢先，因為我哋以化劍為主。跟住我襲擊佢啦，嗱佢今次聽咗咯，佢呢度嚟咯喎，咁佢呢度打我啦，當佢喺呢度打我嘅時間，啊佢喺呢度跌咗，呢係順其勢合擊出啦，明唔明啊 ？OK， 即係合字係一個合適嘅合啫，嗱咁出嚟坊間就講咗就話開合，其實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啊 ，OK OK。啊，合即係適合嘅時間嘅時錯。咁同埋有一個咧，太極入邊有一個整體勁。係。咩叫整體勁？嗱，整體勁嚟講咧，其實拳經有教我哋咧，就發諸腿，處在於腰，而形於手指。咁即係話，我呢下放出嚟呢下咧，並唔係手力，係全身嘅力嚟嘅。咁就叫整體勁。咁喺咩時間發整體勁咧？咁嗱，呢個好重要嘅技術關鍵嚟嘅，即係話。如果你在一個不適當的時間發整體型就是錯的，為什麼呢？兩股力對沖，我都講了你是發揮不到尖連連隨啦，不丟不頂啦，咁你要合即出喎，適合的時間你就出那下整體型啦。咁所以你剛才見到阿 Alan 咧，點解佢跌得咁勁咧？咁樣咁呢個咧就完全咧就因為我在適當的時間合適的機會。合適的機會，我就做了一下騎手。咁我哋通常係點樣咧？咁嗱，譬如話我哋出呢下掌，我哋喺呢一度落咧，睇落去好似手咁樣，其實就由嗰個腳上腰上到去手指尖而做嘅。咁呢個咧就叫整體勁。咁我演繹下俾我哋睇下咩招式上可以練到有一個整體勁嘅。嗱，整體勁咧最重要咧就係話你要。在適當時間而發揮啊嘛，好啦，如果喺呢一度，唔使嚟到呢度，嗱呢度上呢度咧，你喺呢一度去勾我條頸 ，OK， 勾我條頸嘅時間咧，我係咪中啊？係，咁我喺呢度時間咧，我就係啱擺咗呢度啦，咁咧就話個 timing 啊，明唔明啊？如果你呢度我中咗，咁即係冇意思啦。但係如果我喺呢個 timing 啱嘅時間，我喺呢度發揮個整體勁。哦，咁佢跌咗咯喎，就咁嗰下係呢下嚟講，就係一個整體勁啦。因為我成個身一搖擺，嗰下咧就係個整體勁啦。O K， 咁睇落去咧就好似好簡單，但係都要時間去練一練。呢招其實頭先睇動作咧，好有太極味道，邊一招嚟？嗱，呢一招咧，其實我哋有一下擺練。咁咧，我哋只不過打咗半招啫。擺連腿後冇明白。半招，半招搞掂曬。冇錯啦。做咗第二種方式可以體驗一種整體勁嘅，可以演繹下。嗱，咁整體勁咧，即係話明你係用咗成個 body， 即係話成個身軀個力啦。咁我哋好多時喺縮嗰度咧，就同埋咧，我哋埋身嗰下嘢，譬如話喺呢一度，對方。他會埋你一個斜飛去做我 ，OK？ 當我做我嘅時間咧，
我這一下呢就是整體型，都是一個整體型，整體型來的。那為什麼呢？因為對方在這裡呢，那我 OK， 那我是整個身一擺，哇，你一下賣冒進去嚇，賣冒進去，這是很快的，可以很快，不過我們通常給大家看清楚一點，就做個慢動作給大家看看。OK， 唔該曬，好先好先。咁啊喺度咧，我都想問下啦，呢幾樣嘢咧，遇到咧就人哋唔同你規，唔同你打手，一嚟就打嘅。咁點樣去體驗呢一啲？嗱，我其實咧，我哋太極拳以化極為主啊。咁如果你一下你嚟打我咧，我首先咧要睇清楚啲先，唔好一行埋咧就同你打啦。咁但係我哋喺邊度嚟可以掌握到機會咧？因為就算你很多拳是這樣來的，是似乎見不到的手的，是嗎？那有沒有人出來示範？我們看過，我們歪過出來，我們示範一下，我們做好啊。那如果在後，他，阿威哥，他一個脊錘打下來我這裡的時間，他很多時候就會出了第二下，那我這裡已經上了他了，因為為什麼呢？他一去到這裡的時間，我呢下順便擋佢，因為我封咗佢一邊，我呢度咧只需要一擺個腰佢跌嘅，嗱咁就係咁簡單嘅啫。快少少啊！嗱，最主要咧喺呢下路嗰只咧，我哋咧喺任何嘢都好啦，你啊 ，OK， 嗱，你走式示範。在這一點他如果打到給我，他打到我呢是很重的撞擊，是那我們第一件事呢，其實這一下就整體極，你不整體極以威光的身材你不可能將它擺低，好的，這個是整體極，有沒有大用方式呢？對著胡師傅，不如就現在很流行的跆拳道的腿法啦，譬如踢轉身，係啦，咁樣我哋示範下，如果係太極咧，佢點樣化解咧？嗱，大家腿對腿，當對方嚟嘅時間，嗱，當對方嚟嘅時間咧，如果我一個距離咧，我俾佢踢中咧，我就好大鑊嘅。咁我大家腿對腿啫喎，佢呢度落嚟，佢打過嚟，明唔明啊？咁呢個咧腿對腿咧，其實太極拳裏邊好多腿法嘅，不過我哋以下三路為主，就係咁樣。O K， 呢個亦都係咧力學嚟嘅，佢掃呢個最勁咧就呢一下，我呢度呢同埋呢個腳骨俾佢打到咧。我受傷的機會是大的，咁我哋點樣可以唔俾佢打到呢？我呢一腳咧已經令到佢咧，佢跟住會有第二腳啦，係嘛 ？OK， 冇問題。OK， 嗱，咁呢個就好重要嘅嘢嘅，嚇、啊。咁人哋對你穿心腳係點啊？咁原來穿心腳仲大鑊，佢呢度咧就死咗啦。點解咧？我哋有個分腿啊嘛，咁個分腿咧，其實咧就係話對方一穿個身打我呢一下剎那嘅時間咧，我就喺呢度。哦，即係呢幾下。以腳破腳。呢個破腳咧，喺入邊有好多下嘅分腿嗰啲嘢咧，就係、是、呢。冇錯啦，咁同埋咧角度上咧，你喺適當時間咧，喺五門八路嘅基礎之下咧，要調嘅。專業武打四拳。OK。好，今集多謝何師傅同我哋介紹一下咧太極拳入邊嘅養生同埋技擊嘅嘢喺度，同埋都令我哋理解到乜嘢叫做整體勁，亦都乜嘢叫做引進落空客即出。咁下一集咧，我哋要繼續邀請何師傅同我哋介紹翻太極拳入邊咧，仲有啲乜嘢嘅養生功學同埋技擊法嘅。下一集再見。
人家打太極的時間咧，最緊要咧喺呢度要着力練下閘啊，練翻好肌肉嘅適應啊。好啦，甚至冇咧，我唔信我自己應該要練下落體。我喺呢一下，我同佢切，我係咪好老襯啊？因為佢呢下掛落嚟喎，但係我上翻呢度，原來佢崩。啊，咁佢跌咗喎，咁點解咧？咁即係我哋點發揮個光咧？就如果話龜哥喺某一點打過嚟嘅時間，我喺呢度光，以呢度光咧，我就已經切咗佢，我喺呢度。